人家那个可能要吓死，僵尸来了。就是调调的起来，强行帮个七帮。你七点在钓一条鱼边。那如果用到十五八，十五八一点五倍的话，那就很高了。而且我这个压力没有办法调到那么大。它等于到一百五 psi 了。没有漏了，漏就开始冒泡泡了。可是面积会压力成正比，管内越大压力就会越大。一样的空压的话，它的压力就会越大。